有时候每次我跟他们去应酬，那个女孩子稍微跟我坐近一点，我说哎，你不要碰到我这样。那你说去？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心虚？对对，他每次都说我真的没有喜欢去那个地方，但嘴角又在微笑。真的没有，真的不喜欢。不信你问志远哥。我老公竟然在人家的 IG 里面的照片哦，而且那个女生很漂亮。真的，我都没印象，我都没有印象。你少在那边啊，是不是小姐都长一样，你也都没有印象？每周一二晚上10:15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